大家好，我是从中国广州过来的旅客，我名字叫兜底。这一次我们参加了春什么什么团，埃及观光旅游旅行社。埃及观光旅游旅行社，我们很高兴参加了他们的团，在埃及我们得到了他们的帮助，游玩了很多地方，感谢他们，谢谢。Thank you. Good. 埃及观光旅游团。